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。今天呢，咱们聊聊大清朝啊，特殊的一帮人，什么呢？八旗子弟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清朝啊，这是满清八旗建立的，所以这八旗子弟呢，在清朝是个特殊的存在。即使他无官无职，他也跟普通百姓不一样，那是整个大清的。 至尊 VIP 用户啊，这用官方的话说呢，是满洲兵甲系国家根本，所以这些八旗子弟以及他们的后代们，朝廷对他们都要恩养。怎么个恩养法呢？你起码得包分配吧，给人个体面的工作。都能干什么呢？最多的就是当官。哎，咱们看这清朝的这官员啊。 咱都知道，中央有六部，并行共立护理。这六部的领导就是尚书。这尚书呢，一满一汉，一个满人就是旗人，一个汉人。但是呢，从这尚书往下，什么郎中啊、员外郎啊等等各级司官们，这里边满人就比汉人多了。你再到了地方，地方的这个封疆大吏，像总督啊、巡抚啊这个级别的，基本上就没有汉人。 啊，全是满人，但即使是这样，这官员的岗位它总是有限的。这满人他不能都当官啊，那么多人呢？哎，那剩下的人干嘛去呢？就当兵。满清的八旗要在全国各地驻防，哎，你们就去哪儿当兵。这个呢，反正当兵呢，定期给你发军饷，这算是朝廷把你给养起来了。咱们说的这个，这都是清朝初年的情况。 等到时间长了，出事儿了，为啥呢？这个满清八旗的子弟啊，他越来越多，那是那要繁衍生息嘛。你看这顺治五年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呢？满洲八旗有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，这丁啊，就是成年的男子劳动力啊。你要算男女老少都算上呢，这个数字大概乘个四，乘个五左右，就这么多人。 等到了乾隆末年，啊，不是康熙末年，康熙六十年的时候，这人数丁变成了多少呢？十五万多，哎，翻了三番。照这么翻下去，那人口越来越多，他不能都当兵去啊。这人丁数倍于以往，但是呢，当兵的这个兵员总量、兵额和兵饷总量控制都是不变的，所以造成了什么问题呢？ 以数丁十余丁之人使一家之粮，几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领原来一个人的工资，那哪够花呀？那不够花怎么生活呢？哎，又想出办法来了，卖地。这满清刚入关的时候，这不是都圈地吗？哎，圈下来的地，现在把它卖了。 这能卖不少钱呀！卖完以后又有钱花了。可是呢，您这儿光有出相没进相，坐吃山空，那早晚不得花完吗？这钱又花完了，拿什么维持生计呢？哎，不着急，皇上亲自给你想办法。比如说，康熙想了个什么办法呢？这大伙儿们不是没钱了吗？哎，给你钱呀！康熙那时候啊，打仗多，你看这三藩之战、亲征噶尔丹等等。 打仗去，这满族的军队啊，只要你没被敌人给揍了个屁滚尿流，哎，就说是你就算是你打胜仗了，朝廷啊给赏赐奖励你的战功，其实就是变相给你发钱。那没打仗的时候呢？没打仗的时候啊，朝廷设立官库，大家可以想象成国有的银行。然后呢，这八旗子弟、旗人们，但凡是缺钱了，你就跑这官库来借钱。 朝廷给你贷款，那贷了款你不也得还吗？哎，康熙还有后招。凡是这国家有什么喜事比如说前线打了胜仗了，或者皇上过生日了，或者是这个后宫啊自己又添了个大孙子等等吧，别管是什么原因，反正康熙一高兴，咱就大赦天下，这旗人老爷们欠的朝廷的贷款就全给免了。 再等到了雍正朝啊，雍正觉得这不合适。你说朝廷给他发钱，这今天发明天不发的，弄得这个呃八旗人今天有钱，明天没钱，饥一顿饱一顿，这不合适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是吧？咱不如给人家个稳定的工作，哎，这管他一辈子，这多好啊！给什么稳定工作呢？他们当兵这兵额不是满了吗？那咱扩军不就完了吗？其实这招啊。 顺治朝的时候就用过，顺治皇帝啊，在这个八旗正规军的正规军之外，又给建了一支预备队。哎，其实就是给这剩下的这些八旗子弟啊找个工作，你们来当这预备队。这预备队呢，不用像正规军那样驻扎在军营，天天训练，你们不用，反正偶尔训练就行。然后呢，十正兵一半饷银啊，你这拿正规军一半的工资。 就可以了。这朝廷也算把你养起来了。等到了雍正朝这时候呢，这预备队的名额早已被占满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雍正啊，再给你建一个预备队的预备队，啊、名字叫养育兵。这帮人呢，哎，反正你这个训练，你爱练不练吧。反正呢，你到点儿，每天每月到了月头了，你就来领饷银。这饷银呢？ 反正不多不少，你也饿不死，够你吃穿。哎，你看这名字起的“养育兵”，朝廷养你，那你想吧，就这帮八旗子弟们，本来都是国家蛀食，硬生生的让皇上就给惯成了国家蛀虫。你不用努力吗？不用想着自力更生啊？哎，朝廷养你嘛？那天天干啥？就提笼架鸟，到处闲逛。咱们看这个清朝的电视剧里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啊，比如说。 一个茶馆，大伙在那坐着聊天了。哎，门口进来一位，挺威风的样子，手里边啊提溜着个鸟笼晃着。这店小二眼尖，一眼看见了，哟，九爷您来了！哎，旁边这些这个客人们啊，赶紧都站起来，九爷好，九爷好，您这儿坐吧。哇，这九爷挺威风，往那儿一坐，从怀里边、啊、掏出一小笼子来，说爷最近呐、啊。 淘换着个宝贝，就这个蛐蛐啊，大将军王，哎，这公鸡都斗不过他，就就就就这种人，那、哎、天天啥也不干，提笼架鸟。等到了乾隆朝呢，乾隆也为这帮八旗大爷们发愁，说这国家国库，你们借给你们官库的银两，干嘛使呢？必一等营运有资。 不忧匮乏，是希望给你们一笔启动资金，你拿着它呢干个正经的营生，这一辈子衣食无忧，这多好啊！没想到这帮人啊，领银到手，滥行花费，不知爱惜，没两天这钱就给花光了啊！这帮人呢都会变魔术啊，刚领了钱，哎，变没了，是吧？你说这多可气！更可气的，市肆贸易之人。 唯利是图，将绸缎衣物等项增长价值以巧取之。哎，更可恨的是那帮奸商，在市场上这奸商啊，欺负我们八旗子弟，人傻钱多，卖给我们东西他涨价、呃，卖给别人啊、呃，这个一件衣服十两银子，卖给我们二百五十两，这不欺负人吗？难道我们八旗子弟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那你想吧。 你随便朝朝廷借钱，借了还不用还，那可不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于是呢，有大臣啊，就给乾隆建议，说：“皇上，要不咱们这么着，咱们把这帮爷呀给他送回关外去，一八旗散丁数万屯东三省，咱在东北老家呀给他们找片地，让他们呢回去耕种打猎为生，食旧都而还淳朴。” 把这个淳朴的观念呀、啊，再给找回来，让他们好好体会一下咱们老祖宗创业的艰辛。咱们这项工程呢，就叫《变形计。哎，您看好不好啊？这乾隆啊，觉得这招不错。在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五，乾隆下旨了，说朝廷啊已经在拉林开垦地亩，建造房屋。拉林是哪儿啊？在咱们今天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辖的这五常市，大伙都知道五常大米吧？哎，就这个地儿。说朕在这儿啊，已经开垦好田地了，住的房子也给你们建好了。然后呢，朕准备在这八旗子弟里面挑上三千人，你们啊就去那儿前往屯种，你们就在那儿好好给朕种地。这跑这么老远种地，朕不亏待了你们。 由经起身之先，每户赏给制装银两。你出发前，朝廷给你钱，哎，这叫制装银啊，其实就是装备费。你就想买点啥都行。其实呢，啥都不用买。沿途付给与车辆草树。你从这儿往那边走，这一路上当地的官府是管接、管送、管吃、管住。等到了那儿呢，道比又赏给利产银。到了那儿。 再给你一笔钱，立产银，大概相当于安家费。其实呢，你根本不用安家，朝廷早给你想好了，给你准备好了官房，准备好了田地，还有耕牛，还有种子。哎，就缺你这双勤劳的双手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你们到了那儿，各以感戴朕恩，准节用度以，以屯以垦屯为务。 你们到了那儿啊，就怀着这颗感恩的心，好好的给朕种地啊！朝廷给的钱你省着点花，少给朕变那个小魔术。而且呢，你种地，种地这不是有农闲有农忙吗？农闲时节你干啥呢？稍有余暇，勤习骑射技勇。没事的时候啊，你们练练弓马骑射，这是咱老祖宗的立家根本，对吧？ 别成天那个逗蛐蛐、遛鸟，那玩意儿立不了国。设所学，呃，设所学有成，在笔处又可跳取马甲差事，未尝无出身之地。你们这功夫啊，要是真练好了，哎，朝廷都提拔你们，你们绝对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。乾隆想的挺好，执行的怎么样呢？不是说迁去三千人吗？ 实际上去的就只有两千，为啥了？谁都不愿意去。我在京城养尊处优，逛着晃那么好，每天哎，到这个茶馆吹吹牛，这日子过多爽啊！跑那边冰天雪地，不去。真正去的这两千，哎，在这边拿了这个利庄银子，在那边拿了安家费，拿完之后呢，陆陆续续都有逃回京城来了。这就像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有这么一家人。 这孩子长大了，长大成人要出去工作了，父母啊就嘱咐说：“你出去以后啊，要努力工作，争取将来啊自食其力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这个挣钱挣的不够啊，没关系，家里给呀。哎，你如果是要买房呢，家里给呀；你如果是要买车呢，家里给呀。” 反正呢，你是各种物质需求，别管是朴素的还是奢侈的，家里边都给啊，你就好好的努力工作，自食其力就可以了。这孩子他要能自食其力，那才是见了鬼了。